这教会赛已经是二十年的时间吼、哦。啊，会赛就是古早时代，就是讲你家你的啊小愿望吼、哦，啊会赛最后吼、哦、要烧的时阵做会烧吼，来实现我们的愿望吼、哦。啊也消灾解厄啊，祈求国泰民安，风调雨顺。台湾可以说是乱世福地啊，到疫情从三四月欧美疫情那么大量的一个冲击，那我们到现在我们的本土个案还是零啊，那所以有空就到走走，尤其带着信赖的人到风景优美的高雄来这里旅游，我想一定是一个最聪明的一个决定。那也欢迎所有的市民朋友，大家今天一起来我们莲池潭，大家来共襄盛举啊，压灰筛。让我们能够平安顺利啊，在未来的一年里面都能够心想事成，美梦成真。